欢庆佛，但我们看国外怎么做。像日本的东京福光山寺呢，日前是举办了庆祝活动，而这呢也是疫情爆发以来暌违两年半才有的盛况。跟着镜头带你来看。来到日本东京佛光山寺，在庄严佛号声中，佛光人依序来到佛前，拿起勺子舀起甘露香汤，沐浴佛陀。今天看到这么多人回来，前世大概有将近200多人，心里都非常高兴，中间没终于有复活节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两年都没有活动，今天这么看到这么多人，非常的感动。小朋友提着老虎灯笼，开心来到佛前献供，还带来精彩三好歌表演，供养大众。人间最美是三好，送上康乃馨，祝福现场妈妈们母亲节快乐。温馨场面让佛光人感触良多。上个星期我的阿姨去世了，然后她就像妈妈一样，然后今天又碰到母亲节，然后又浴佛节，我就顺便超荐他哈、哦。这些都要感谢我们星云大师在海外建立的这么多道场，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道场，然后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。暌违两年半再度聚首，佛光人心中充满感恩。欢庆佛诞节以及母亲节，东京佛光山寺举办庆祝活动，传递佛陀慈悲智慧。原来是日本东京综合报道。